加入我们讲师的时间哈。我们现在就请吴增远讲师来为我们讲《用心迎接新世界》啊，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吴讲师。其实我们的社会
先看一下，不太会控制，不好意思。就看过
抠 BB 扣啊，就是那种随抠随到那种一小小一盒，然后那时候大四的时候啊，就有自己身上有 BB 扣，就觉得哇好炫，就觉得说这样子很高级，已经很棒。结果没想到一毕业以后呢，毕业以后大四大五去实习，已经开始流行手机。其实大四就已经有些同学有买手机，大五的时候就是我们实习那一年啊，几乎每人就一只手机。所以发现怎么会这么快速呢？甚至不止一只，可能两只、三只啊，因为门号便宜嘛，又可以有新手机啊，大家就会拼命的翻，还有那种收集手机狂的，好不好？啊，大家身上就很多东西，避来避去都不知道是谁的。资讯发达很好，还有呢，像我们网络非常流通嘛，对不对？像以前的话，就是可能今中国发生的事情，外国不会知道，可能要过好久好久才会知道，就是讯息流通的速度非常的慢。那现在就不一样啊，现在呢有网络，而且呢从以前的拨接到现在的 ADSL， 甚至还有无线上网的，所以你到哪个地方你都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全球的资讯，非常非常快。而且你看我们以前我们念一本书，一本《红楼梦》那么厚，一本《史记》这么厚，每次我们去念书都要抱很重。可是现在呢，只要你有网络，你上网，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查到这些《史记》里面所记载的资料。那么厚的一本书在电脑里面根本就是薄薄的一片，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这些资料。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啊，说水能载舟，然后接下来再就是什么亦能覆舟。对，有的时候都是好，没有错，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方面你不去思考它会带来的坏处的时候，它常常都会不自觉的就会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好比方说后学在国中服务嘛，那国中生哈，尤其是男孩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极度的喜欢玩电脑。现在网咖又非常非常盛行嘛，那时候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几乎大家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很便宜，因为家里是拨接上网嘛，你要按那个游戏，然后老半天来不及，到外面去又吹冷气，对不对？又有东西吃，又有东西喝，然后呢速度又快，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去网咖。那当时刚出现的时候，甚至有家长跟后学讲说，昨天晚上一整天把儿子都没有回来，然后呢他不是睡觉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有回来，然后隔天呢他半夜大概三四点的时候要起床来上厕所，就发现为什么家里的门是打开的，没有锁的，是开着的。那不是很恐怖吗？但三更半夜自己家里的门是开着的，然后他就发现他儿子不见了，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不见了，然后他就偷偷趁他妈妈睡着，三更半夜冲去网咖打网咖，想说等到六点再回来。看，已经疯狂到这种地步哦。而且呢，通常其实啊，你说你跟学生讲说，你们以后都不准跟我去网咖哦，啊，谁要去网咖就要揍人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你不可能随时随地24个小时去监督他们去哪里。那当然的呢，学生也会自然而然的就是会无限制的去，因为有的时候甚至是早上7:30早自说要到，那他跟妈妈讲说，妈妈今天我要早点出门，因为我们今天要考试。好，他6:30出门去网咖，顺便吃早餐再来，然后就迟到了。那就是能把握多少时间，把握多少时间去玩就对了。那个时候呢，后学就觉得不可能，你一直跟他讲说我不能去，不能去，他们就不去。就问他说为什么网咖这么好玩，他就说好玩啊，那个图案啊，人物啊，都非常好玩，而且还跟人家那个线上交换啊什么什么的，多好哦。那自然因为我们都不会去嘛，我们很少去嘛，因为他那边也不能存档啊，对不对？要如果要存档要弄什么网络图也很麻烦。那后来呢，有一次经过一点点，就是有一个学生跟后学比较熟，就是说他什么事情比较容易讲，然后呢他就讲那边叙述他们去玩那个电脑里面的游戏，很流行是天堂嘛，什么第几代第几代嘛，然后他们就换什么天币啊，天堂的钱币是不是啊，结果他可以卖钱，还有很多武器，那你要怎么样有这些天币还有武器呢？就是你要不停地坐在电脑前面，然后按着那个滑鼠
武器，还会有钱，有天币。然后呢，如果我很高级的话，我就可以跟人家谢。后来我想一想，我就说，哎，奇怪，你们真的很奇怪，你们说念书很无聊，要一直重复的背。如果是国文的话，是背注释嘛，对不对？啊，背注释才会得分，一起两分，如果你错两个字就没分了。背注释要努力的背，要重复，很无聊。可是你们坐在电脑前面，这样按按键键键键练功练功，不也是很无聊吗？而且你电脑一拔掉，不然没有了，你的天命在哪里？你的武器在哪里？我就问他说。难道你觉得你练功练完，你真的能够从这里飞到升旗台去，你不用走路了吗？你真的能够哦，那个武功高强，会轻功，会怎样，水上漂流都没有的？哎，他们想的就一直笑，哈哈哈哈，有哪可能嘛？可是为什么他们又会去做呢？这就是我们其实在老子《道德经》里面念过，他说呢，五色会使人怎么样？怒嘛。当你看到很多刺激、很多颜色、声光效果的时候，你会麻木掉。当你回归到原始的课本，或是原始的经典，或是一般日常生活，你会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的刺激已经到了最高点，所以你会觉得生活枯燥乏味。所以，真正我们常常说以前的人很老后口啊，以前的人很落伍啊，可是真正所有的电子用品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吗？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吗？其实不一定。而且我不知道各位伙伴有没有那种经验，如果你在电脑前面太久，不仅是腰酸背痛啊，而且你会不想跟旁边的人说话，有一种自我封闭的感觉，因为你就在网络上跟他聊天了啊，对不对？你就真制造你自己美妙的那种理想幻想，实际上的人根本不算什么，就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讨厌，对，你就会拒绝，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就只是电脑的朋友而已。所以电脑它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知道那么方便？我们把它用在好的地方的话，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用来玩游戏，或者只是用来上网聊天的话，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广告 ，CNET 的广告吧，就是那个电脑上面长脚，然后就说他要离家出走，我的主人，你都为了你什么？你每天都只是上网聊天，哈，都没有把我好好的利用，所以我要离家出走，进阶的广告，对，就是这样子哈。那资讯发达的世纪呢，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后水先看到李佳宏的一篇文章，他说他那个故事里面哈，讲到一句话很有趣，各位都知道说这个基因。耶稣啊，他在哪里生出来？在哪里诞生？在哪里诞生的？马槽，对不对？好，那篇文章就讲说，现在电子化社会嘛，到处都有那个警报器啊，你随便碰到人家的家里啊，或者你躲到人家的哪个地方，都有感觉像是有地雷，你随便踩过去一下，叮大响，然后警察就跑来抓你。那说到了这个世纪的话，耶稣要去哪里降生呢？他连一个马槽都找不到，因为每个地方都要玛利亚要去哪里诞生那个小 baby 的时候，他去哪里生呢？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蛮好笑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哈。好，那第二个就是无忧无虑的世纪，物质优渥的世纪。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生产力都非常非常的强，生产力很大，一样东西可以一下短时间就。很多人同样都不出来，所以说呢，如果电视广告，如果公司他不去鼓励你说你多消费一点的话，那他的东西要往哪里跑？所以说，整个我们的社会大潮流都在鼓励我们消费。最近有一个广告，后学真的很喜，觉得那个广告很好笑，很爱学，而且还是女生嘛，买东西吃东西，买东西吃东西，然后后来就到了。啊，到什么饭店休息，最后还是哇，买这些吃东西，买这些东西，然后你再看那个广告，就觉得很好笑。可是你想一想，也很可悲。难道我们一辈子，我们每一天，我们买东西吃东西，买东西吃东西吗？好，可是这个是电视的广告，这个电视的广告对我们人的影响有多大？它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就是真正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过的日子。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人逃避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你成天躺在那边没事做，晒太阳，喝下午茶，很
后又不去想。第二种逃避的方法就是你不停的买，不停的报，不停的去吃那个喝那个买那个唱那个歌，我都没有。这两种都是逃避问题。有的时候你有时候遇到一个困难，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困难，我们有时候会想说，我今天不要去想，我今天不想管，我要怎么样不去想，不想管，不去解决，就是不停的去动，不停去打拼啊，吃东西啊，好去麻醉自己。可是这问题还是持续存在，这就是我们物质优渥的世界。各位伙伴，你们应该都学过一些艺术史啦、美术史啦，啊，那你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的19世纪跟20世纪在艺术方面比较有名的？19世纪、20世纪是艺术非常发达的时代。19世纪到20世纪当中，或许举个例子，美术在艺术方面的话有印象派，有没有？念过国中的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印象派的画家，在杏林子的《生之歌》出现过，他跟杏林子的遭遇非常相同，静静的那人名字雷诺瓦，有没有？他也是得了这个风湿关节炎嘛。他就是印象派的画家，因为他是画画，虽然说他的身体非常的痛苦，但是他画出来的画却是充满着色彩的，却是快乐的，都是可爱的，令人心情非常好的。你会发现19世纪跟20世纪出现了非常多的艺术大师，包括毕卡索，包括莫内。想过我们21世纪吗？21世纪你会发现大家的倾向向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会发现我们人类的荣耀，我们的荣耀，从19、20世纪的艺术啊、音乐啊、思想啊、哲学啊，已经转变到在金钱里面。金光闪闪，那是我们21世纪的荣耀啊！各位伙伴可以想一想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全球化的世纪。我们知道说，刚才我们讲到网络非常发达，网络非常兴盛，我们说啊，世界可以变成一个地球村，很棒。可是各位伙伴有没有发现，现在欧美正在进行，不管是欧美，不管是别的国家，比较强势的国家，它在进行一种心灵上的殖民。你们真正到殖民，可能应该都知道吧？以前不是很讨厌那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吗？殖民就是所谓有权势的国家，他用经济或者是用武器，用他的力量，然后去统治别的土地，统治别的国家人民，这叫殖民。我们现在有很强的心灵殖民，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哈日，因为我们哈美，我们哈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就是不哈自己呀、啊。好像那个什么，一大堆什么，像现在流行什么波西米亚风哈，什么哈，大家都要开始买波西米亚风的东西哦。然后前一阵子流行什么，罗曼史之前那一部韩剧叫什么？突然忘记。反正呢，里面的那个偶像有一股项链，你要戴；他流行围巾，你要戴一下；要去买一下刚才那样的围巾哦，头发跟他一样哦。好，讲好听一点，我们真的是跟得上流行，我们是同步流行。可是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如果是同步流行的话，那它就丧失了多元化的特色。你会发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有他们自己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是，如果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只是在看着最大的、最强大的国家流行什么，我们就跟进。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多元化就会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就是一人化，一人化真的好吗？如果每个人都一样好吗？这是上天创造我们的原因吗？这是上面创造我们的目的吗？想应该不是哈。那通常贺学这边很看一个广告，因为贺学很喜欢从广告里面想一些有的没有的。有一个广告很有趣，是诺基亚的，有一个乞丐，乞丐呢那个在路上逛啊，他就咻报纸飞走，警报一个诺基亚最新型的手机，贺学忘了什么牌子，什么什么型号了，不知道是什么忘记了。好，直到一半就拿起来听，旁边的人很多人走过去，看到那个乞丐在讲那个诺基亚电话。隔天怎么样？隔天看到的人全部都穿乞丐装，为什么？因为刚刚只
考一下，它其实有一点蛮讽刺的。所以讲到现在，各位伙伴，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21世纪产生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站在世界的顶端，可是我们常常会不敢去否定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观念、还有思想、还有潮流。我们很害怕说，如果我们不跟上流行的话，我们会被推挤到边缘去，我们会被孤立，会被边缘化。我们不敢说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不敢有自己的意见。可是你偏偏又说，你们都不要同化我，我自己是一个，我是有个性的人。可是我们偏偏又跟人家走，我不敢有自己的选择，不敢有自己的判断。从前的色情文化变成现在的情色文学，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很多人他做一件事情，但是他把它堂而皇之啊，把它变成那是对的，那是现在的流行，那是文学，把它冠上一个正义的符号。那我们就说，这流行嘛，没错啊，他们说的就是对的。你有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些挣扎，会想说，是这样子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因为你会觉得大家都这么做，所以你也这么做，那不是非常非常的矛盾吗？想要有自我，可是却又失去了自我，就好像国王的新衣，对不对？好，大家都说有一件衣服啊，很漂亮啊什么，然后大家哇，好漂亮啊，拍手。只有一个小朋友说出来，哈，那根本就没穿衣服。你是要当那个小朋友，还是要当那个路边的行人呢？好，这就是我们一世纪的一个现况哈。那接下来呢，后续要先讲到说，先让各位伙伴欣赏一首诗哈，就是散文诗。所谓的散文诗，不加多加介绍，就是说它跟诗的形式比较不一样，它是用散文的形式上去表现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首诗，那各位伙伴可以思考一下，这首诗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意义？苏少莲他有一个名字叫米诺卡索，好，那他在网络上呢都有他的那个网站，如果有同学喜欢的话，你可以再去看一下。他说。挂在衣架的一件黄色长袖丝衫，于风中彷徨，于阳光中忧愁。我从午后的影子里发现，衣架带着你的身体，消瘦的悬吊在生命的绳索上。我为什么是一个衣架？头要勾在绳索上，没有手可以在虚空中飞舞，没有脚可以在大地奔跑。只有一个肩膀的骨架披挂着一件轻飘飘的衣裳，于风中彷徨，于阳光中忧愁，自己都实在，还摇摇晃晃的在地上投射出一个人影。好，各位伙伴，你可以思考一下，他这首诗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伙伴想要自告奋勇举手发表一下？你觉得他这首诗在表达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怎么样？前道这边有没有伙伴愿意发表一下？都没有吗？大家都比较害羞。因为后学话讲太多了。好，你会发现呢，其实它让你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的存在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不知道从哪来，也不知道从哪去，似乎是架空着的。好，身上就只有那么一件衣服轻飘飘，我这个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可以从他的那个感觉，你可以发现。他觉得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好像很虚不实在，尤其是外面来说，这里都已经不实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从哪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该往哪里去，
刚刚讲到那个物质优我学会，现在的不是我思故我在，现在是我买故我在，买的东西装在我自己的身上，我有价值，我的价值呈现。如果各位伙伴你对这首诗蛮有兴趣的话，等一下休息的时候可以后续可以就是讲师帮我们考虑一下，或者是再看看一下。那接下来不浪费各位的时间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说从这首诗看来哈，你会觉得这个自己对人来讲，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感觉好像非常的没有依靠哈，不是非常的实在。好，那现在呢，后续就要跟一世纪的一个状况，好，来稍微整理一下，出现一世纪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追求假我遗忘真我。其实后续当中其实就是一种假我，我们要通常好像都很希望别人来肯定我们，当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考得很好很不错，因为我们就希望老师说某某某你不错哦，进步了哦，我们需要别人的鼓励。从小到大都是一样，我们做一件事情啊，扫地扫得很好哦，很认真哦，都没有灰尘哦，很用心哦。我们都一直需要依靠外在东西来给我们自己肯定，说我是好的，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有用的人。追求的假我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我们常常会哈，怎么样想办法让别人来重视我们？有两大方法，第一个就是就是这个物质上的，好，比方说啊，穿要带什么 Gucci 的包包啊，要什么 Ali 的啦，有的没有的啦，鞋子要 Nike 的啦，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名牌，而且那个名牌那个标签，我们去买那个衣服，比如说一个最好正在外面走路摇摇晃晃的，还可以躺，请你搞清楚，看起来虽然差不多，可这是名牌的。你就会认为说，只要我有这些东西，别人看我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可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他们看的东西到底是你还是那些名牌呢？他们注意的到底是你还是那些名牌呢？方法啊，前面我们刚刚讲到那种物质方面，我说那种消费标签，喜欢被人家贴上标签嘛，你是什么坏小孩，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可是我们会用名牌来给我们贴标签。哦，我们是 Ali 牌的，我们是 Nike 牌的，我们是 Swatch 牌的，有的没有的。而我们已经忽略了，我们买这些东西是要实用，是要它用久不会坏掉，还是说我们只要那个名字？好，接下来到底第二种方法去让人家肯定的，我们通常都用什么方法？就是名利。什么叫名利呢？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那个选举人啊，在那边啊互相攻击啊，然后能够上立委或者当上市长、总统，然后把别人踩在脚下，不是只有这种。我们常常需要社会的价值观来肯定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在念书方面，我们是非常有兴趣，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老师一定都只喜欢功课好的学生，老师都不喜欢我。好，你就会自己已经先认定了说，只要我念书念不好，我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自己已经先给自己一个设定了。可是每一个人如果都去念书，谁要去种田呢？谁要去捕鱼呢？谁要负责清洁当清洁老夫呢？大家都念书好了，你就变成一团脏乱的社会，对不对？你自己念书念稻谷啊，对不对？还要去织衣服啊，好，你就自己一个人，所以都是固定，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可是我们总是会说，总是会看别人说，哎呀，他已经念到什么学校了，然后邻居都会在问说，啊，你还要不要继续念啊？你还要不要怎么样？就开始跟人家产生一个比较心理，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只要念到什么，我只要念到大学，我只要书，我只要念到博士，别人看我的眼神就会不一样。这些都是短暂的东西，人心嘛。如果今天一个人再怎么帅，你可能一开始会给他一个赞叹，就说啊，好帅哦，好漂亮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真正的好朋友，或者说你真的聊得来的人，或者你真的欣赏的人，不见得就是最帅、最漂亮。而且你会发现，你
得好，你喜欢的那个亲人，可是你怎么看都漂亮。对，妈妈看说我这样拐倒，然后把我的比啊，没得比呀、啊，我的女儿是最美的，别人没得比。她已经超越了一个外在的假象，好，所以这是一个一般迷思，我们其实都容易这样子。啊，不是只有别人，口学也是啊。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是这样，容易去迷失掉。啊，别人来给我们鼓励啊，你考得很好，你考上什么学校啊？你是哪？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期待我们做什么事，别人来给我们鼓掌，这只是一种小丑的表现。只有小丑在台上表演，然后让大家笑他鼓掌，表演好这样子。所以我们不用这么丑，我们只要肯定自己心中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忘记我们的真我。什么是真我啊？大家要知道，天命你就会信嘛。我们自信，每一个人都有。好，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的责任，都有他该做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已经遗忘了这个天爵？孟子里面讲天爵嘛，爵位的爵。我们不要，我们短暂的人觉，我们都太注意去追求，我们已经忘了天觉。好，上面所说的我们使命，如果每个人都一样的话，真的没什么好玩的了。好，那接下来呢？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在这个社会哈，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利己不利他。而且这样就是因果观跟轮回观的一个虚伪。很多人我们都说啊，我们是新世纪的人，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像你们这些老人 LKK 啊，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因果循环、什么轮回，他们配的那是唬人的。可是真的是如此吗？当我们的因果观念、当我们的轮回观消失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很容易成为一个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什么叫做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呢？利己不利他，我自己好就好，反正我在这世界上我只活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活到几岁，我能够花多少就尽量花，我能够用多少就尽量用，反正我就只活这么一次。然后你就会好像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代的感觉啊，下面不会有下一代的人了，我就现在尽量的花费，尽量的浪费，没有建设就只有浪费，只有消耗。好，这是一个颇为值得去深思的问题哈。我们常常说人是万物之灵，我们会说我们人比动物还伟大，我们人比动物很厉害，但是其实只要你仔细去观察世界上这个万事万物，大自然很多的命运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包括动物的行为，包括植物的生长，啊，天地日月，什么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说啊，我们人是最有良心、最有道德，真的是这样的。动物就没有吗？其实万物跟我们是平等的。我们现在就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举完这个例子，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或许在看到一本叫《国家地理》杂志，或许看到这一篇，刚开始是被这个封面所吸引，好可爱，真是太可爱了。或许第一次看到这个动物，你看它，因为它是摄影师很近的去照它，把那个摄影机呢挪到它的面前，所以它，你会发现它整个身体都是圆的，它头也圆，眼睛也好圆。而且好亮，好可爱，他就一副，因为他从来没放摄影机嘛，他就这样瞪着，因为在那边研究的学者已经跟这些狐獴打成一片了，啊，所以他跟他们的感情非常好，然后就觉得摄影机很奇怪，就冲到前面这样睁大眼睛的看。那后学呢，看到里面的报道之后，非常有兴趣啊，就到网络上去抓了一些图片下来。狐獴这个东西，它是哺乳类型的动物，它非常有趣哈，我们先来看一下。都滑鼠，乖乖，不能滑。是跑不了，不好意思。现在给大家看起的图，就可以下课了。快出来吧！
错啊。那你们后觉往下和往上？啊，好，放放放放放。啊，不用，因为这个笼子后旋那个电脑上出不来，现在它加一个犬字边，这样看得清楚吗？它的题目是狐獴高高在。狐獴这种动物很有趣，它是在克拉玛里沙漠，啊，一个这个温差很大的地方。那你看它样子很可爱，因为它很喜欢这样，它本来是这样，它就很喜欢这样站起。然后它成年的狐獴大概只有30公分，就是如果加上它垫脚尖起来30公分。然后它很可爱，它每次都喜欢做这个动作。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下一次，这是他们就是在守卫时的那个动作。哎呀，他们很团结哦，方向都一致哦。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他们，因为他们，我们知道说沙漠它温差非常大，它早上虽然非常的热，可是它到了晚上气温就会骤降，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他们都会缩在一起，互相取暖，等到早上的时候再站起来，然后在那边晒太阳，对着太阳晒太阳。这是他们小的，是像左下方那大只的哈，是有守卫的这个功用。好，我们再看一张。好，这是它的不同的方向，不同面，很可爱。然后为什么会需要特别提他们呢？它这个哺乳类很有趣哈，我们常常说我们人会互助合作，非常伟大。其实他们比我们更伟大哈，他们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哈。我们刚刚说呢，它一个一个团体，它们是一个一个小族群。那我们常常说我们人哈，会帮助邻居啊，会帮助我们自己的亲人呐，啊，你等到有危难的时候，我们照顾他。狐獴这个动物更可令人可敬。如果说它成人的狐獴呢，30公分的话，如果按照它的互助合作的特性的话，它算是一个巨人。所以标题说它是沙漠中的巨人，为什么说它是巨人呢？假使他们一个团体里面有八只成人狐獴，他们只有其中2只会负责繁衍下一代，那其他6只做什么？第一个做保姆，第二做护卫、站哨，所以他们都会站在比较高的地方去守护。而且你会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那一定是他们有亲属关系？错，他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可是他们会为了他们这两个成人的狐獴所生的下一代啊，尽起他们负责保卫的这个责任。他们不会去繁衍，其他6只成人的狐獴不会去繁衍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所有工作就是去当保姆，还有去守卫，甚至为了做这2种工作，然后去丧失他们的体重。所以你会看到，它甚至是不是自己的亲属的这个动物，他们都能够去彼此互助合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回想一下，我们人民真的是蛮惭愧的。啊，那会学生应该网络上也看过是雁，不是那个后面你巴士捡到那个雁。等一下再讲好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哎，谢谢，就先到这边。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讲。分享。
那刚才呢，候选一位讲了那个顺序上他有点问题，刚刚漏讲了这几个孟子里面所揭露出来的一些句子哈。那我们常常说，在这个社会上有太多引诱我们的东西了。好，每一个东西都在试探。就平常我们可能还，如果说我们都一直每天住在深山里面，然后呢都没有任何东西来引诱我们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很清心寡欲，对不对？可是只要你一踏入这个社会，你一到百货公司，你本来没有买东西的，啪一下买，哦，这个也好想买，那个也好想买，买一大堆回去，为什么我买这么多东西，好像都不需要的，就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回去，因为你看到我就觉得好可爱啊，就想买下来。为什么？哎，不错，很新颖，很特别，又想买下来。但是看到好吃的，你闻到香的东西，就好想吃哦。好，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好像很容易去动摇。本来想说不行，绝对要减肥，不能再吃下去了。可是每次看到东西，我没关系，先吃完，没有差那么一天的，继续明天再开始减肥就好了。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子。那这里呢，或许又举了两个例子哈。孟子他曾经讲过，他说：“人之于生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夫不爱恋，则无尺寸之夫不养也。”什么意思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我们都非常非常爱惜。我爱我的手，我爱我的脸，我爱我的头发，所以我要去保养。对，我爱我的身体，我要去运动啊，让它更强壮，有那三头肌、什么肌、什么肌的哈。好，所以说呢，你全部都很喜欢，兼所有的嘛，全部都喜欢，所以你就全部都保养。没有尺寸的肌肤不会喜欢你，然后你每个都爱嘛，所以极尽所能去保养啊，延缓老化时间啊，哈，锻炼一下身体啊，强壮一下。那我们要如何去思考说这个人保养的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其实判断在于哪里呢？其实最后一句最重要，于己以取之而已。我是只要保养我外在看到的东西，我的耳朵，我的嘴巴，好，我闻到香的我就想吃，我看到漂亮的我就想穿，好好用的我就想用，眼睛看到喜欢的我就来买。你是你保养这些东西，还是保养你内在？保养你的内心，保养你的自信。所以于己取之而已，没有别人可以告诉你，没有别人可以去控制你，只有你自己能够告诉你自己说，我要保养哪一个部分，我要维持哪一个部分。好，其眼未见有小大，微小害大，无以见害贵。扬其小者为小人，扬其大者为大人啊。你是大人也嘛，哈，你是要。从常有听过一句话说，义务而不义奴。什么叫义务？奴役的义。我们要去使用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被东西所使用，我们不要被它所牵着走了。义务而不义奴啊，不被东西牵着的走。好，那我们看下一则，好，麻烦那个先生翻一下。那第二则呢，也是有关于孟子所讲的一段话哈。好，我们看下一段。他说呢，公夫子有一次就问他说：“军事人与军事都嘛，军事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可以啊？有的人他就可以成为大人，可是有的人他就变成小人。”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刚刚前面那一则我们都解释过了，现在各位伙伴应该清楚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主导我们做事情，还是用我们外在感官的欲望来做事情呢？我们是要被我们的嘴巴、被我们的鼻子、被我们的眼睛控制拉着走，还是要让我们的心去主宰？他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军事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呢？为什么有人他就能够让他的心去控制他的行为，有的人就偏偏让他外在的一些器官、感官去控制他自己的人呢？”好，慢慢再按一下，就有下一段。好，他说：“曰耳目之观而不思啊，而必入。”我们的眼睛、我们鼻子、我们嘴巴，我们接受到外在的反应是直接的。我们看到漂亮的，我们说漂亮；我们闻到香，我们想吃。所以它只是一个物，它很容易被引导走，很容易被牵着走。我们这些器官是没有思考性的。好，它是自然的反应，闻到了我肚子咕噜咕噜叫，这是自然的反应，它是耳。好，那如果被如它容易被物所引诱嘛，所以它就被
影响到变好朋友了，则隐之而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官、我们的感官，只能被这些东西所影响，被拉不动。心之观则思啊，我们的心是可以思考的，思则得之而已。如果我们心就会停止动作，好，我们就会思考，科学为心啊，哈。先立乎其大者，其为大。有没有成为大人？建筑物，前一阵子是那个古巴金字塔吗？
球直播，或许这个前景大家想要去看，也期盼很久。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伟大的见解，是在于他们的思想，他们相信有来生。好，所以国王一开始，我们刚开始比较早期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说建造金字塔是奴隶，但实际上并不是。好，以前的人都以为说金字塔是他们打仗然后俘虏了很多奴隶之后来帮他们盖，其实不是。经过研究发现，其实金字塔的建筑完完全全是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自己的人民花他们的力气，好，甚至住在那附近，然后就为了建造那座金字塔，因为他们相信有来生。他们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世上，只要你啊符合公理，你做的事情都对得起自然神，你就能够获得永生。所以说，这样子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吗？你看他们有对未来有一个期许，有一个憧憬，他们能够见到父亲那个大人，全部都是靠他们自己人民的信念。这样子说，这个信，这个诚信，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好，所以。各位伙伴，我们不要去觉得说，哎，因果观、同等观这是老旧的思想。也许是我们科学还不够发达，没有办法去让我们完全的相信。好，可是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而且呢，我们刚刚讲到利己不利他的部分哈。各位伙伴，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生活上可能十分的努力，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路上超级匆忙。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状况，你会发现帮助我们去一开始在最急难的时候帮助我们是家人吗？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社会上发生的状况，帮助我们是陌生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说这不关我的事情，这不是我的家人，这也不是我所要注意的事情，车祸的人死在那里，没有人会去管你。所以你会发现，哎，其实路上有车祸发生的时候，在四周有帮助他的、帮助那个患者的，其实不是他的家人在第一现场。而像是如果是空难啊，或者什么一些灾难的话，帮助他们的也不是家人，在第一现场里面永远都是一些陌生人，他们伸出他们的援手。但如果每个人都只是想到自己，而没有去想到别人的话，这个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以后你遭遇到了什么事情，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好，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再来第三者就是传统遇到的观的遭漠视，当然有很多啦哈。像新一代的人，很多会觉得说，哎，公司咪孝顺啊，帮他咪爱礼有礼貌啦、啊，什么都不用啊。所以像那个大学啊，很少，几乎没有什么系所会老师来的时候还要起立敬礼，老师好的有没有？几乎没有啦，甚至是老师来等学生一个都还没到，因为大家昨天都玩太晚了，睡过头，所以都是老师在这边上课，然后学生都还没到。那有的时候像后学在学校服务的时候，后学就会有一个身份的体会。其实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比如周公之礼呀、治理作乐这些，真的都是不必要吗？是多余的吗？其实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我们以礼来讲好了。礼呀、在古时候，就在西周时期哈、治理作乐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繁复的礼节。我们去看一下古代文献的这个记载，会发现说丧礼、婚礼，好多好多的规矩。但是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么麻烦干什么啦？什么哎，娶个老婆干嘛这么麻烦？就过来就好了，对不对？好、那个丧礼不麻烦就好啦，为什么那么复杂呢？还要规定人家说你第几天开始不可以哭，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有的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多规定？其实这些规定照理来说，它都是完完全全按照人的本性来出发，真的是这样。好，其实简单来讲呢，人他是礼的内在依据，我们是依照人，我们本身的人心啊，这个自信来去制定这些法、这些礼节。那礼呢，是人的外在的实现，所以他们两个是互为那个互相辉映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心里说，老师，我对你非常尊敬呢，我很尊敬你呢，可是讲话都没大没小，哎，老师啊，哎，怎么样？我们现在都希望说，老师能够跟学生啊亦师亦友，对不对啊？刚开始的时候，后学习就是尽量尝试这样，希望学生。
得轻松一点没有关系。哎，可是后来发现不对，会有差别。如果你缺乏这个理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常常就会逾越规矩，学生就会说啊，老师你那边啦，哈，或者是已经跟你，甚至把你当晚辈，老师你家这样子不对啊，怎么样？好，你本来是一个想要用一个比较和缓的这个手段去跟他做朋友，可是相对的，他也就会觉得说，老师不只在乎这些礼节啊，我就可以随便。那你心里面常说，我尊敬老师，我尊敬什么？可是你做出来却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平常在国堂里面，我们一来到这里，我们要先参加，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上下课都有所礼节？第一个告诉你说现在已经上课了，第二个告诉你说，哎，这是一门，这是一门要学习的课，要分享的课，我们应该用比较严肃的心去看待它，啊，比较正经的心去看待它，不是随随便便。对这些礼节，它为什么要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只是后来我们人只是太注重这些礼节，而去忽略了它原来的那个镜子。然后谢谢谢谢，哇，道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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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很好很好。欢迎欢迎，哦，很好很好，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哦，大家好，大家好，谢谢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好好，谢谢，嗯，好，感谢，好呀，好，感谢，哦。来先坐，来先坐啊！来先坐，来先坐。哦。嗯。哎呀。过年。哦，好。过年，过年。来先坐，来先坐。哦，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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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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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大家辛苦，辛苦，大家辛苦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光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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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光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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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们道清应该不止两百万，那我们有两百万，占了我们至少两百万，占我们减容总人口数呢至少在十分之一以上，那么这样我们把这个主流价值传播出去，我想我们的社会一定会祥和，社会会安定，国家会富强。那么我想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感想跟观点呢，跟大家共同来勉励，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我把它讲出来，大家共同来努力，共同来传扬。谢谢大家，也祝福我们道路昌隆，那么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啊，感谢咱科技一啊主秘书长呢啊，给咱这几块的这个技术。韩井号佛教井号佛学井号道教井号 URL 井号网址可能有铅笔底线井号文史哲资料01-2023-1217G 井号年度献礼井号百宝箱井号宝藏井号网络资源整合井号研究所参考资源井号教学参考资源井号频道主参考资源井号老照片井号故宫文物2017年起开放70000张书画器物图片免费下载井号 ABB 井号资料库操作搜寻会出目录清单https://drive.google.com/file/ejtewtzhrss90iroint.boomdosks11-view-usp 等号 sharing 一国家图书馆全球资讯网一全国图书书目资讯网二图书联合目录三大陆出版品书目四全国新书资讯网五华文知识入口网六知识之窗网络资源选介系统七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目录系统1946-1979八当代文学史料系统九国家典藏数位计划十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影像资料库11台湾地区家谱联合目录资料库12台湾地区善本古籍联合目录13台湾研究入口网14台湾概览系统15走读台湾2汉学研究中心1汉学研究中心典藏书刊目录资料二汉学研究中心典藏大陆期刊篇目索引资料库三典藏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资料库0冒号1-OPC-MD.WG-DAO-CNCL.EDUTW-data_bhtml0.7799-70760-21274911经学研究论者目录资料库0冒号1-OPC-CLAS-89F1-85C5HTTP-表情符号惊讶0.11733-2824 2两汉诸子研究论者目录资料库0冒号1-OPC-CNCL.NCL.EDUTW-data_bhtml0.83865600-13289681 3未进玄学研究论者目录资料库0冒号1-OPC-CNCL.NCL.EDUTW-data_bhtml0.9585690-4659793 4敦煌学研究论者目录资料库0冒号1-OPC-CNCDH-NCDH-CCS.NCL.EDUTW-data_bhtml 5
名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MB 零点六零四九零四七四六八四四四零七六六。外文期刊汉学论著目次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斜线 OPC 斜线 Journal 斜线 Jour 斜线斜线 CCS 点 NCL 点 EDUTW 斜线 Data underscore BHTML 零点二六九二九五七零六八六一二五四五七跨资料库检索零冒号零冒号一Total 斜线 old 零点三八三七九七四二五四三四三三九八三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一书目资料库二馆藏报纸简明目录三馆藏期刊目录一台湾文献资讯网二台湾文献整合查询系统三台湾文献期刊论文索引四台湾资料简报系统五台湾文献资料联合目录六日文旧集台湾文献联合目录七台湾研究网网相连一台湾地区古文书二台湾地区地方文献数位化系统三台湾历史珍藏疑点通资料库检索系统四旧版报纸资讯网一中央研究院一中央研究院图书馆馆藏目录二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线上资料库三中央研究院电子期刊四中央研究院院内特藏资源五中央研究院人文所光碟记线上资料库六中央研究院文献处理研究室一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二台湾历史文化地图三台湾历史地理资讯网古地图与旧地名四学术调查研究资料库五中国大陆各省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六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七平埔文化资讯网八战后台湾历史年表九汉代墓葬与文化十中研院台湾考古数位典藏博物馆十一台湾原住民数位典藏十二中央研究院中英双语知识本体词网十三先秦经文简读词汇资料库十四英州经文暨青铜器资料库十五搜文解字十六闽南语典藏历史语言与分布变迁资料库二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目录零冒号零冒号一http://表情符号惊讶 0.4310917301175830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著作目录零冒号零冒号一斜线 home 斜线 tts 斜线 ttsdb 斜线 epibig 斜线 epibig 百分之 A 六百分之五一百分之 AD 百分之 BA 百分之 AD 百分之 B 六斜线 sim 斜线 swap 横线零横线四点 gif 斜线 index underscore page htm 零点零八八一四二五三一零九零七九三零一一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汉典全文检索系统一点三版二。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汉典全文检索系统 2.0 版二十五史十三经三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新版汉典全文检索系统版 3.0 测试版四汉籍电子文献初校稿建档资料库汉籍电子文献建制中资料库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像研究室资料库检索系统六历史文物陈列馆七来自碧落与黄泉八古文字的世界九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数位典藏室，明清档案工作室。十一，明清档案人民权威档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mktaok 零点八千六百五十七兆八千四百一十七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五千七百三十八十二。内阁大库档案零冒号零冒号一 ，mktaok 零点二七五二四八七七四三九三零一零九三。十三。内阁大库档案零冒号零冒号一 ，mktaok 零点四三二八七三七五一二七八六九五。十四，内阁大库档案疾病医疗相关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斜线 home 斜线 tts 斜线 ttsdb 斜线 disease 斜线 disease 零点一百七十五兆八千零三十二亿七千一百六十万零三百一十四十五。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书目资料库检索。十六，生命医疗史研究室《黄帝内经》检索资料库。十七，同人及唐宋明清史书目零冒号零冒号一斜线 home 斜线 tts 斜线 ttsdb 斜线 big 斜线 big 百分之 a 六百分之五一百分之 ad 百分之 ba 百分之 ad 百分之 b 六斜线 sim 斜线 swap 横线零横线四点 gif 斜线 index underscore page htm 零点零八八一四二五三一零九零七九三零一十八。中研院史与所藏戴延辉教授收藏淡新档案影本目录零冒号零冒号一斜线 home 斜线 tts 斜线 ttsdb 斜线 tamson 斜线 tamson 零点七千三百零七兆七千七百五十亿零一千八百一十九万三千三百零八十九。一时馆藏康熙雍正朝满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目录。二十一。拓片典藏知识与网络应用。二十二。台湾美术图像与文化解释。三、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一、期刊目次检索。二、本馆选借电子期刊。三、馆藏期刊清单。一、傅斯年图书馆数位典藏系统。二、附图馆藏善本图及书目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FSNDB 斜线 swap 斜线 FSN 斜线 main HTM 零点三七三九四七一七五六六八六七四二。三、附图馆藏善本古籍数典藏系统。四、附图馆藏印记资料库。五、傅斯年图书馆全文影像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SMAT 零点八三四三四六六零一二二八三零九一。六、傅斯年图书馆人民权威资料零冒号零冒号一 SMOIC 斜线 SWAP 斜线 FSN 斜线 OPAC HTM 零点二一四零一一三一六二四五三二七六。七、傅斯年藏台湾公司藏古文书影本影像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FSNSNC 斜线 SWAP 斜线 FSN 斜线 NHTM 零点八七六三三四二三三九七三七六九六。八、傅斯年图书馆时空资讯系统。九、附图枕编史与所档案目录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目录零冒号零冒号一斜线 home 斜线 tts 斜线 ttsdb 斜线 fsn 零点九八零九六八二六七八一一四九六四。四、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一、民族所订购纸本西文期刊含电子全文收录目录。一、道教文物特藏网。二、台湾民间信仰书目资料库零零一 TFR 零点三零九一三六九九零一七二九二二。三、宗教调查资料库。四、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典藏宗教善书资料库。五、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古文契书全文影像资料库零零一 N 二零点九四三八四九三九三四六一七五六四。六、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古文契书全文影像资料库。七、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标本图文资料库。八、台湾汉人村庄社会文化传统资料库。五、中国文哲研究所图书馆。一、中研院文哲所图书馆参考室套书清单参考室相关资料斜线 CLPRSHTM。 二、中研院文哲所图书馆单机版光碟清单。一、文哲所越南汉南文献目录资料库系统。二、文哲所近现代文学研究室。三、中国文哲研究所礼与伦理研究群2003。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二、中研院近史所典藏地图数位化影像制作专案计划。三、中研院近史所档案资料库0-0-1 FileF20.8703 兆5901亿4754万9827四。中研院近史所藏汉文黄册档案目录0-0-1斜线 home 斜线 tts 斜线 ttsdb 斜线 cri 斜线 cri 0.0782857586327845。中研院近史所藏行科题本提要目录0-0-1斜线 home 斜线 tts 斜线 ttsdb 斜线 tpen 斜线 tpen 0.492兆8590亿08802万2248486。中七、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一、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古文书室。二、台湾史研究所台湾研究网路化。三、台湾史研究所台湾文献丛刊。四、台湾史研究所台湾总督府档案。五、台湾史研究所古文书资料库。六、台湾史研究所图像资料库。七、台湾地权与租佃关系研究书目资料库。八、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一、中央研究院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二、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三、中央研究院台湾南岛语数位典藏。四、古汉语语料库。九、国立故宫博物院。一、故宫博物院馆藏资料库。二、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三、故宫博物馆图书文献馆馆藏目录查询。四、故宫博物院典藏资源典藏精选。五、古典文明铜器时代。六、米芾的书画世界。七、千华台上佛经文献图说。八、皇城巨珍殿本图书欣赏。九、汝窑传奇石。玉之灵曙光中的天人对话。十一、大观北宋书画。十二、科技之眼。十三、西周经文。十四、文学名著与书画。十五、微型空间。十六、时兴 vs 复古清代石样与仿古玉器。十七、大汉的世界。十八、宋代书画册页之美。十九、明清珐琅工艺。二十、书画精华。二十一、佛经图绘详说。二十二、故宫书画典藏资料检索。二十三、故宫器物典藏资料检索。二十四、故宫期刊图文资料库。二十五、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资料库。二十六、清代宫中党奏折及军机处党折件目录索引0-0-1 AndMeta 斜线 TTS 斜线 AndMeta 斜线 plus HTM 0.8054 兆9994亿2663万2441。二十七、清代宫中党奏折及军机处党折件全文影像资料库。二十八、
清代文献党册目录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andmeta 斜线 tts 斜线 andmeta 斜线 plus htm 0.15921216493729795219。大清国史人物列传及史馆党传包传稿目录索引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andmeta 七斜线 tts 斜线 andmeta 斜线 metaman htm 0.7272兆5905亿5085万3691 30。大清国史人物列传及史馆党传包传稿全文影像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andmeta 七斜线 tts 斜线 andmeta 斜线 metaman 32。善本古籍全文影像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rare book 0.3141兆6650亿01629万0763 33。家族谱牒文献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fmeta 斜线 tts 斜线 andmeta 斜线 metaman htm 0.4292兆3539亿5294万4038 34。故宫博物院藏佛经附图索引零冒号零冒号一。Buddha 斜线 tts 斜线 andmeta 斜线 plus htm 0.383兆9259亿8869万4759 35。海外遗珍非院藏文物图片查询零冒号零冒号一一数位古今图书集成二故宫韩泉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本资料库收录的典籍包括网路上较为常见的十三经不包含著书先秦诸子记十四家全唐诗红楼梦等另外还纳入四库总目和宋明理学的重要著作十国家台湾文学馆一全台诗二台湾文学年鉴资料库十一国史馆一国史馆数位典藏计划二国史馆数位典藏资料库查询系统三国史馆汉籍电子文献全文资料库四国史馆民国重要史事检索五国史馆民国史书籍与论文目录检索六国史馆国史馆现藏史料目录九国史馆馆藏查询十二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一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典藏日据时期与光复初期档案查询二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典藏数位化十三国家档案管理局一国家档案资讯网十四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一台湾科技文物及工业技术数位典藏十五国立历史博物馆一国立历史博物馆数位典藏成果网十六国立台湾博物馆一国立台湾博物馆典藏数位化计划二国立台湾博物馆原住民文物典藏数位化计划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catalog.ndap.org.tw 斜线 docs5 斜线 system 斜线 organization 斜线 list.jsp content ID 等于4890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catalog.ndap.org.tw 斜线 docs5 斜线 system 斜线 organization 斜线 list.jsp 问号 content ID 等号4890和斜线 URL save 等于6092。一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一国家文化资料库二台湾大百科全书三台湾网路美术馆二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一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总成果网站二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联合目录系统三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技术资料中心资料库全国科技资讯网路三内政部一台湾地区地名查询系统
教育部成语典国语词典一体字字典国语词典简编本多媒体网路版。一、国立台湾大学一。台湾大学旧藏日文台湾资料目录零冒号零冒号一斜线 export 斜线 home 斜线 tts 斜线 ttsdb 斜线 taiwan 二台湾文献文物典藏数位化计划三汉字古今音检索系统四玄奘西域行五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一台湾寻根网三国立清华大学一叶荣中全集文书及文库数位资料馆四国立政治大学一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博物馆数位典藏计划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catalog.nw.org.tw 斜线 docs5 斜线 system 斜线 organization 斜线 list.jsp content ID 等于4890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catalog.nw.org.tw 斜线 docs5 斜线 system 斜线 organization 斜线 list.jsp 问号 content ID 等号4890和斜线 URL save 等于5195 5. 国立台北大学一经学之家二世说疑语三国立台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文献函全资料库检索系统六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一台湾老照片数位博物馆七国立中央大学一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图书联合目录资料库八国立中正大学一中法越国际汉拓研究室日治时期台南州战争灾害档案文献数位典藏计划。九、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一。台湾作家作品检索资料库。十、国立成功大学一。甲骨文全文影像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shell 0.053123786528669334。二、敦煌研究文献目录。壁画和题记。十一国立嘉义大学一。台湾建筑史。十二国立屏东科技大学一。农业机具陈列馆。十三中国文化大学一。中华百科全书。十四真理大学一。马偕与牛津学堂。十五世新大学一。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十六元智大学一网路展书读一汉真数位图书公司一中国基本古籍库二永乐北藏电子版三四部丛刊电子版四康熙字典电子版五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电子版六红楼梦研究资料库大陆期刊精选篇七《红楼梦》研究资料库文本篇八，中华诗词系列诗心赏析九，中华诗词资料库诗心汉选十，中华诗词资料库词林广粹十一，明初国学集刊资料库一，中文百科大词典二，台湾饮食文化资料库三。中文图书资讯学文献摘要资料库 CLASA 四，图书资讯学期刊全文资料库二，智慧藏学习科技公司一，中国大百科全书二，明清台湾资料库三，台湾古籍学习知识库三，大人物管理知识集团联合百科电子出版公司一。古今图书集成标点版二，台湾文献丛刊三，传记文学核定本光碟一，影像写台湾历史照片资料库二，世界艺术资料库一 ，Spata 电子佛典集成二，佛光大词典线上简易查询三，佛光山电子大藏经。
四，香光一众佛学院图书馆资料库检索。五，道教学术资讯网站。六，台湾佛教史料库。七，萨满工作室。八，商务教育网。九，台文华文献顶词典十，中文字典网十一，华文字句搜寻网十二，译文聚贤楼十三，全字库十四，当代文学史料系统十五，蒙藏现况研究资料库十六，高雄市立美术馆数位典藏系统十七，浩然译文数位博物馆数位典藏十八，按理大社文书数位典藏十九，台湾汉二十九，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资源检索网三十，台北228纪念馆数位典藏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家和利明田家资料库三，郭店楚简资料库四， Antique Maps Database 五，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电算中心儒学词典六，香港中文期刊论文索引一，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时刻拓本资料二，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经文一，东洋文化研究所东美术研究室二，广岛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三，隋唐小说研究文献目录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刊物总目录五，中国近现代文学关系杂志记事六，宇作美研究室七，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一，日本宋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二，原始研究文献目录三，道器社四，大正新修大藏经五，中国宗教关系文献目录道教篇六，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七，东洋大学春秋繁漏研究会八，语素庄九，先学研究会一，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工藤原南研究室储简 Database for Internet 二，河汉古典籍分类目录三，古典籍四，西域行记五，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目录数据库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古籍现装书九，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语书志十，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朝鲜半岛族谱十一，近代朝鲜关系书籍十二，双红堂文库全文影像资料库十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十四，东洋学文献类目检索第六零 A 版十五，馆藏数据目录藏书检索十六，真罕古籍图像数据库十七，日本西藏学会十八，东洋文库所藏汉籍数据库检索系统十九，善本书目索引二十，东京大学总和图书馆汉籍目录二十一，战国楚简研究会二十二，稿本自然真引导二十三，富士川文库目录二十四，中国清代民国公司文书本站为京都大学法学部旧日本法史研究室所藏公文书既有295件资料二十六，济州藩文库目录二十七，
怀德堂文库图书目录和集之部分类检索笔画检索目前停用中。29思道文库 web 30广岛大学思波文库汉集目录。31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线上藏书目录。32大古文书目录画像检索系统。33天理图书馆藏书检索系统。1国立汉城大学葵章阁档案馆。2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3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线上图书目录检索系统。4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线上图书目录检索系统。5韩国汉阳大学图书馆线上图书目录检索系统。6韩国釜山大学图书馆线上图书目录检索系统。7韩国成均馆大学图书馆线上图书目录检索系统。1 Southeast Asia in the Mingxi Lu 1 Harvard Libraries Hollis Catalog 2 Library of Congress Online Catalog 3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4 Okla Libraries Catalog 5East Asian Library and Just Collection 6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Main Catalog 7 Library Catalog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aryland 8 Columbia Libraries Online Catalog, CLIO, 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clio.co.columbia.edu/CGI并斜线 webbreaker.cgi.db 等于 local 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clio.co.columbia.edu/cgi 横线并斜线 webbreaker.cgi 问号 db 等号 local 与号 amp 斜线 url page 等于 first 9 UW Libraries Catalog 10 Socrates Stanford Online Catalog 11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Catalog 12 Orbi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13 KU Online Cataloging 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catalog.libcu.edu/CGI 并斜线 webbreaker.cgi.db 等于 local 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catalog.lib.cu.edu/cgi 横线并斜线 webbreaker.cgi 问号 db 等号 local 和斜线 url page 等于 first 14 PITT Cat Library Catalog 15 UIUC Library Online Catalog 16UA Library Catalog 17 Family History Library Catalog 18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线上目录19美国记忆导航20 Project Gutenberg 古腾堡计划21唐诗三百首全文检索22周易电铃1加州大学阿灵顿分校艺术暨艺术史二，芝加哥大学文化史委员会一 Song Research Tools 二，耶鲁大学医疗史暨科学史研究学程三，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一 The Silk Road Project Reuniting Turfan S Scattered Treasures 二 Family Search Internet Genealogy Service3. China Historical GIS 4. 美国国会图书馆 5. Harvard Libraries Hollis Catalog 哈佛大学 6.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百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 7.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Just Collection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8.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 Online 9
OCLC 斜线 First Search WorldCat 10 Electronic Index to the Early Shenbao 申报18721898 11 Library of Congress Online Catalog 12书海文源13 Asian Studies www Virtual Library 14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网页15奥瑞冈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6哈佛大学东亚系17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18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19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东亚系20加州大学百克莱分校东亚研究所1 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等于里约瑟研究所2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 等于国际敦煌项目此站在中国和英国有两个站点也因此有中文及英文两种界面。4. UK Union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5.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6. 爱丁堡大学亚洲研究所。7. 布里斯托大学。8.UK Union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1. Sinologicious Seminar European Centre for Digital Resources in Chinese Studies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1. Chinabase, Boeken and R.T. Killen,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莱顿大学图书馆 1. East Asian Collection ChineseJapanese and Korean Online Catalog 2. Kinti Kasi JK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Online Catalog Australian East Asian Libraries Union Catalog 3.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CJK Catalog B 大陆部分以潘美月、沈晶编著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台北国立编译馆2002年12月一书五十所单位及府于2008年初中国大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布之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所为主要查找对象其他则以所见相关文章列示及网络上所能查见之资料库尽量收录。一、古籍文献中文古籍书目资料库二、古籍文献古籍影像检索系统善本资料查询三汉学研究名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一图书馆馆藏目录二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查询检索中国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一傅斯年图书馆珍藏善本图籍书目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FSNDB 20.017753556716104842傅斯年图书馆藏善本古籍检索系统3傅斯年图书馆全文影像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FSMETA 0.8937兆5913亿0651万9116 4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书目资料库检索善本一级书目善本古籍资料库馆藏目录馆藏查询一馆藏目录二特藏资源中文善本书与线装书中文善本微缩清单馆藏查询一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文及特藏数据库普通古籍韩星线装善本古籍文献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联合导航系统三馆藏珍品数字方志古籍检索系统书目查询馆藏数据库检索汉语文古籍一馆藏中医古籍目录数据库二海外中医古籍联合目录一中医古籍养生数据库二海外中医古籍数据库三针灸古籍资源数据库馆藏文献检索古籍善本
古籍书目查询，古籍善本，古籍全文检索，古籍文献，古籍书目库，公共检索古籍一，古籍善本书检索二，普通线装书检索，古籍检索一，古籍线装书目库二，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集三，善本书目库，馆藏古旧文献查询，馆藏古籍查询一，馆藏目录查询，中文文献古籍资料，连 L 等于 HTTP 222.177.231.253冒号8991斜线 F 斜线956831横线00483Funk 等于 file 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222.177.231.253891 斜线 F 斜线956831横线00483 Funk 等于 file 和斜线 URL。古籍善本图录，古籍善本目录，常熟藏书，馆藏善本书目，地方文献斜线家谱斜线普通古籍书目查询一，馆藏书目检索二，吴江古代的方志数据库 F0， 馆藏荣氏善本书目一，古籍善本目录查询二，馆藏古籍书目查询，普通古籍江西的方志馆藏书目查询，书目数据库书目检索，武汉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数据库，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查询，古籍缩为资料书目查询，地方文献专题数据库福建省地方志书目查询，贵州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古籍文献检索古籍库，古籍文献书目检索，古籍缩为制品目录 ，CLIS 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古籍馆藏古籍目录一，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资料库，科技典籍目录库，古籍目录二。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资料库，科技典籍全文库，普通线装古籍书目数据库一，馆藏目录，中文书刊，中文古籍，连 L 等于 HTTP 202.112.82.17冒号8080斜线 F 斜线Funk 等于 file 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202.112.82.17.8080 斜线 F 斜线 Funk 等于 file 和 amp 斜线 URL file 底线 name 等于 find M2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线装方志书目数据库一，四库系列图书综合索引二，清人文集书目三，名人文集书目四，元人文集书目，书目检索系统，馆藏书目检索一，善本书目录二，丛书目录三，史部书名目录四，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书名目录五，特藏部的方志目录一横线四，古籍信息目录数据库，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网馆藏善本古籍特藏目录，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文古籍连 L 等于 HTTP 219.244.185.5 冒号8991斜线 F Funk 等于 file 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219.244.185.5891 斜线 FFunk 等于 file 和 amp 斜线 URL file 底线 name 等于 find m 古籍书目，
馆藏古籍题录数据库，馆藏中文目录，连 L 等于 http://202.115.13-8080/F/funk 等于 file 和 http://202.115.14.13-8080/F/funk 等于 file 和 amp/url file.name 等于 find b 和 local.base 等于 scu01 古籍图书书目数据库，书目检索中文古籍，古籍查询河南文献数据库，古籍文献连 L 等于 http://www.lib.nu.edu.cn 81/structure/tsgc/tsgc/sysave 等于一和 http://www.lib.nu.edu.cn 81/structure/tsgc/tsgc/sysave 等于一和/url thread 等于横线一。书目查询，书目检索系统一，书目检索系统二，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检索系统中文古籍，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文献库，特藏书刊检索，特色资源古籍特藏数据库，馆藏古籍目录查询，古籍目录，书目检索系统，馆藏古籍，馆藏书目查询，古籍图书馆目录，中国古籍库，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 ，HKBU Library Catalog Online Catalog， 图书馆目录 ，City U Library Catalog UM Library Catalog， 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二，发现中国古代文献，三，傅斯年图书馆藏印记资料库，四，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五，台湾地区地方文献数位化系统，六，台湾科技文物及工业技术数位典藏，一，傅斯年图书馆朱先生纪念网站，一，中研院金石拓片网路计划，二，青铜器拓片数位典藏，三，殷商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四，傅斯年图书馆精品选萃金石拓片，五，简帛金石资料库书目，六，佛教石刻造像拓本，七，汉代石刻画像拓本，八，拓片典藏知识与网络应用，九，国家图书馆金石拓片资料库，十，台湾记忆等于 Taiwan Memory，十一，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十二，文存周经西周经文特展，十三，故宫博物院藏西周经文，十四，台湾古拓碑，一，馆藏石刻拓片数字化资源库，连 L 等于 http://2.9.16.31.43-833/v/63194794314/031.11 funk 等于 find db 横线四和 http://2.9.16.31.43833/v/63194994314/031.11 funk 等于 find db 横线四和 amp/url resource 等于 mlc 00713。二，中国金石拓片影像数据库，连 L 等于 http://210.82.118.4/8080/f/funk 等于 file 和 http://210.82.118.4/8080/f/funk 等于 file 和/url file.name 等于 find b 和 local.base 等于 berob。 三，碑帖精华，四，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五，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特藏样本，六，拓片，七，金石及器物拓片，
八、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全文检索版。九、汉达文库。十、中国碑帖拓片网。十一、拓片大集。十二、碑帖博物馆。一、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资料。二、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经文。四、中法越国际汉拓研究室。五、Robbings of Chinese Inscriptions。一、甲骨文数位典藏。二、古文字的世界。三、英卢遗文。四、甲骨文全文影像资料库。五、提升大学基础教育计划。一、甲骨世界。二、联合书院图书馆东莞邓氏旧藏甲骨简介。三、商代甲骨。四、汉达文库。五、中国甲骨文献库。六、甲骨文字库。七、精美甲骨。八、殷墟。九、殷墟甲骨文。一、东方学图书馆。二、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甲骨。一、先秦经文简读词汇资料库。二、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三、简帛金石资料库书目。四、汉代简牍数位典藏。五、居延汉简补编图像系统建档中。六、上帛楚竹书一。二、汉达文库。三、郭店楚简资料库。四、简帛研究。一、楚简资料库。一、国际敦煌项目。二、敦煌学研究论哲目录资料库。三、敦煌目录:\ccs://dh-dhml:\ccs://dhml:\ccs://dh-by。 五、题记:\ccs://dh-d。 六、Dunhu on Art。 七、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一、傅斯年图书馆藏善本古籍数位点系统。二、傅斯年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全文影像系统 23,259 笔。三、傅斯年图书馆藏台湾公司藏古文书影本影像资料库古文契书 5,655 笔。四、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古文书室。五、古籍影像检索系统。七、认识中国古书。九、台湾历史珍藏疑点通资料库检索系统。一、西夏岁金。二、北京大学古籍拓片样本收藏。三、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四、数字方舟数字图书馆古籍图书库。五、科技典籍。六、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七、上海图书馆馆藏精选。八、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九、中国基本古籍库。一、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一、人民权威资料库。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数位典藏。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home/tts/ttsdb/fsn。 五、傅斯年图书馆整编档案目录 25,009 笔。六、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七、傅斯年图书馆藏台湾公司藏古文书影本影像资料库。八、史馆藏活祭党作名索引 ,1608 笔。:\home/tts/endmit/htm0.461387537000897.79。九、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馆藏资料库。一、明实录。二、明清档案工作室。三、清实录。四、清宫奏折党台湾史料。
五、清代文献档册目录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NMETA 斜线 TTS 斜线 NMETA 斜线 GC 斜线 REDBUST HTM 0.09921516097343457。六、清代宫中党奏折及军机处党折件目录索引零冒号零冒号一 ，NMETA 斜线 TTS 斜线 NMETA 斜线 plus HTM 0.22206552927083095二。七、清代宫中党奏折及军机处党折件全文影像资料库。八、史馆藏清代满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目录36194笔零冒号零冒号一 KCT 斜线 TTS 斜线 NMETA 斜线 GC 斜线 REDBUST HTM 0.42609647311556764。九、内阁大库档案169745笔。十、内阁汉文题本专题档案行科婚姻类提要。十一、近代外交经济重要档案。一、中正纪念堂。二、国民政府档案。三、国家档案文献库。四、国家档案资讯网。五、国史馆数位典藏资料库查询系统。七、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八、蒋中正总统文物照片。一、古文契书全文影像资料库8587笔零冒号零冒号一 N 0.97045619091718147。三、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四、台湾总督府及所属机构公文类转目录查询系统。五、古契书计划。六、伊能家矩与台湾研究。七、按理大赦文书。八、淡兴档案。九、马偕与牛津学堂。十、明清台湾资料库。十一、台湾日志资料库。一、Archives and Museum Informatics, OMI, 档案与博物馆资讯公司。二、California Heritage Collection, Well, Designed Website。三、Exploring Cultural Heritage Online, 北卡罗州的线上发现文化遗产网站，简称 ECHO。四、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美国国史档案记录管理局，简称 NARA。五、古典籍研究。七、葵章阁等于 The Kyujagat Archives。一、安丘董家庄汉墓画像。二、武氏祠画像检索系统。三、台湾美术图像与文化解释。四、汉画论文目录检索统。六、故宫书画数位典藏子计划。七、故宫书画典藏资料检索。八、当代艺术家系统。九、年画谐音。十、中国绘画所在情报资料库。十一、西域行记。十二、杨荫峰数位美术馆。十三、山岳绘画。十四、世界艺术资料库。十五、中国美术全集。十六、中华艺术家。十七、台湾网络美术馆。十八、唐人文化网。一、石川情报书府。二、 A Artster。三、 Arts Connected。四、 Arts Council England 英国艺术协会。五、 Art Carnegie Library of Pittsburgh Resource Guide。 六、 California 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Archives。 七、 Kyoto Digital Archives Research Center 京都数位典藏研究中心。八、 The Art Museum Image Consortium AMICO。 九、 Visual Arts Data Service FADS。 十、 Walker Arts Center 沃克艺术中心，简称为 WAC。一、目击古中国。二、青铜器。三、故宫器物数位典藏系统。四、殷墟青铜器。五、殷周经文记青铜器资料库。六、圆明园重现台湾石佛青铜珍藏展。八、 Bibliography and Internet Site。 九、故宫器物典藏资料检索。一、中国考古。
二、世纪考古大发现，商王大墓重现。三、考古发掘遗物、照片、记录与档案。四、来自碧落与黄泉。五、发现史前馆电子报。六、标本图文资料库。七、汉代墓葬与文化。八、台湾考古。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数据库。十、唐五代十国时期墓志墓碑。一、日本考古学资源数位化资源网站。二、Seven Mapping Project。一、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二、巫者的面貌。四、鬼与怪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五、嘉义县政府侏罗检视。一、村寨网。二、蒙藏委员会蒙藏文化中心。一、平埔族文化资讯网。二、原住民生活情境。三、台湾族小米园。四、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六、台湾原住民邹族。七、台湾社会人文电子影音数位博物馆。八、罗挪村的天空。九、蓝屿数位博物馆人之岛。二、 Anthropology in the News。 三、 Campfire Stories with George Catlin。 一、上海图书馆家谱书目数据库。二、年谱丛刊。三、台湾地区家谱联合目录资料库。四、台湾寻根网。五、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一、中华寻根。二、中华一家人。三、中国家谱网。五、中华大族谱姓氏之网。六、百姓家谱。七、家谱信息网。八、家族谱牒文献资料库零冒号零冒号一 FMETI 斜线 TTS 斜线 MMETA 斜线 PLUS HTM 0.158431643975209998。十、寻根问祖。十一、乐的寻根网。一、丁氏家谱文化。二、中华杨氏。三、中华徐氏网。四、中华张姓网。五、中国牛网、中国牛兜。六、中华兵氏家族宗亲会。七、中华邱氏宗亲联谊总会。八、中华詹氏、詹氏文化经济交流资讯网。九、天下一家人。十、天下习氏宗亲网。十一、孔子家谱。十二、孔氏宗亲网。十三、方氏网路、方氏谱牒学。十四、世界富氏宗谱网。十五、古冈董氏家谱。十六、李氏家谱。十七、李姓一家人。十八、池氏宗亲。十九、吴氏再现。二十、金陵邓氏。二十一、林氏宗亲网。二十二、炎黄脉络。二十三、上氏宗族。二十四、建阳氏蔡氏宗亲联谊会。二十五、张氏家谱。二十六、张氏宗亲网。二十七、宁氏全球宗亲网。二十八、黄氏研究。二十九、黄氏家谱。三十、黄氏族谱。三十一、黄峭故里。三十二、黄姓一家人。三十三、黄氏台湾网。三十四、孤氏家园。三十五、邵氏家园。三十六、汤家村。三十七、金姓家园。三十八、黎氏族谱。三十九、赵姓一家人。四十、郭氏之家。四十一、陈氏宗亲网。四十二、陶氏会馆。四十三、陶氏族谱。四十四、刘氏族谱。四十五、汉家刘氏网，刘氏的网上家园。四十六、樊家人姓氏网站。四十七、潮人黄姓。四十八、蒋氏家谱。四十九、邹氏宗亲网。五十、岭南陆氏家园。五十一、严氏家族论。五十二、阙氏宗亲会。
53萧氏族谱。54郑氏一家亲，世界郑氏网。55罗氏通谱网。56苏氏族谱。1康熙字典电子版资料库。2康熙字典网上版。3在线汉语字典简体。4字典网。5教育部国语小字典。6教育部国语词典专指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7教育部国语词典简编本。8一体字字典。9华文字句搜寻网。10线上字典。11汉字字典。12模拟网线上翻译。13中文大词典。14线上网页转码简体字繁体字互换。15中文拼音查询系统。16中研院语言所搜词询字语库查询系统。1台语汉字文词典。2台语词典。3台语词典。4台湾话一汉字 CAP 拼字。5台文华文限定词典。6台湾话语音汉字词典。7国立编译馆词书资讯网台湾闽南语词典。8 TWCH 台文中文词典。1线上客家语有声字典。1粤音韵会。1英汉斜线汉音线上电子字典。2 OK 88英汉字典。3中英对照词汇小百科。4林语堂当代汉音词典。5淡江大学英汉斜线汉音词。6 1390线上字典。7一言堂。8中英字典。9利索网字典。10英英字典。11英日斜线日英线上电子字典。1中日字典。2日中词典。3中日译文。4日文印刷用语词典。中日斜线日中线上电子字典。1中英韩字典。1中越字典。2汉越字典。1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斜线佛教字词典。2儒学词典。5古文字的世界。6耶鲁大学字典网。7国立编译馆学术名词。8玄奘西域行。1台北市立图书馆电子资源。1中华民国政府出版品目录系统。2中国医学图书书目。4香港中文期刊论文索引 HKMGP。 5澳门中文期刊论文索引。6东洋学文献目检索第 6.0 版。7经学研究论哲目录资料库表情符号不高兴。8典藏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资料库汉学中心表情符号不高兴。9两汉诸子研究论哲目录资料库表情符号不高兴。10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目录 1946-1979。 11 Monthly Catalog of Publications White House Publications。 12 OCOC World CAT。 1中国大陆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表情符号不高兴。3中文古籍书目资料库。4古籍影像检索系统。5古籍文献资讯网。6日本建藏中国丛书目录。7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本资料库收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贵重图书537种，其中338种完全公开，199种未限制性公开，仅限于特定机构才可浏览全部影像。本站说明皆有中文及日文二种版本，查检时可依四部分类顺序或书名笔画顺序浏览书籍清单。
本资料库收录至2001年为止所登录整理的中国古籍资料，2002年后所收集的古籍资料及中华民国元年以后刊行的中文书资料，需利用东京大学线上目录查询。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目录表情符号不高兴。十一、Kong Shu in Cambridge Libraries 简。十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普通线装古籍书目数据库简。十四、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文献总库简。十五、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古籍管理系统简。十六、北京图书馆。十七、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料库简。十八、从书集成出编表情符号不高兴。十九、四库全书检索简。二十、四库系列丛书综合索引简。二十一、国家图书馆藏经文研究资料丛刊简。二十二、学院及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简。二十四、山右丛书出编简。二十五、金陵图书馆年谱丛刊简。二十六、数字方舟数字图书馆古籍图书库简。二十七、名人文集书目表情符号不高兴。二十八、民国丛书目录索引简。三十、清人文集书目简。三十一、无锡市图书馆馆藏荣氏善本书目简。三十三、辽宁省图书馆古籍书目简。三十四、金陵图书馆简。三十五、上海图书馆古籍书目查询简。三十六、全国汉籍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日。三十七、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检索系统。三十八、新雅研究所典籍资料库。三十九、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四十、故宫韩泉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四十一、汉达古文献资料库中心 Chinese Ancient Texts Chant Day。中国大百科。二、维基百科全书。三、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一、中华人物在线。二、名人年谱。三、潇湘书院底线纪实文学底线人物传记小说列表。四、中国历代名人。五、中国古代人物传记。七、故宫书画典藏系统书画人名权威权申请账号密码。八、一凡公益图书馆人物传记。十、台湾人物志资料库上中下合集1895-1945汉真。一、2000年中西历转换。二、大英线上大英简明百科知识库年表检索。三、时代书城中国历代纪年表。四、中国大事年表简体。五、中国大事年表简体。六、中国历代纪年表。七、中国历代新王年表。八、历代帝王纪年表。九、时代书城中国历代帝王年表简体。十、中国历代帝王年表。十一、中一孔子年表。二、汉武帝大事年表。三、苏轼年表。四、武则天年表。五、张衡年表。六、房管年表。七、王维年表。八、薛涛年表。九、司马光年表。十、伊川先生年表。十一、苏轼年表。十二、宋濂年表。十三、刘基年表。十四、方孝孺年表。一、中国水灾年表简体。二、台湾独立运动记事。一、日本历年表日文。
二，中国情报局宋元明清简表日文三，中国情报局秦南北朝简表日文四，中国情报局秦以前简表日文五，中国情报局清末年表癌1662到1864日文六，中国情报局隋五代十国简表日文七，中国情报局中台关系年表日文八，中国情报局民国年表癌1912到1928一，历史年鉴二，中国年鉴资讯网简体中国年鉴网简体三 This Day in History 四 Britannica Yearbook 一，台湾铁路管理局之铁路年鉴二，中国资讯年鉴简体三，日本统计年鉴一，贵州年鉴简体三，广州年鉴欢迎您简体四，福建年鉴简体五，我的一政府台湾年鉴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7 一，中华百家姓二，国家图书馆华文知识入口网三，姓氏族谱四，台湾寻根网五，欢迎进入台湾族谱寻根网六，上海图书馆家谱书目查询七，平阳堂八，全球客家文化经贸平台理事族谱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hi taiwanxserver.com.tw 斜线 eip 斜线 from 斜线 bin 斜线 detail phtml category 等于100022一，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简体二，中国艺术图书网图书详介简体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www.artbookcn 斜线 tsjj.asp.bm 等于90719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artbook.cn 斜线 tsjj.asp 问号 bm 等号90719与号 amp 斜线 url data 等于 zkc3，国学网站古籍善本善本图录简体一，中古历史地图查询二，中国历史地图册 History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 三，中国古代史地图四，台湾历史文化地图五，台湾历史地理资源网古地图与旧地名一，世界地图二，世界地图三，大英线上大英简明百科知识库地图检索四，世界地图五，的图漫游斜线通向世界的窗口六，的图世界七，世界地图八，地图之窗简体 http 冒号双斜线十，中国地图简体十一，中国地图简体十二，我要地图网底线简体13，旅行工具世界地图14，地图查询简体 HTTP 冒号双斜线15，数位北京简体17，苏州地图网欢迎您简体18，深圳地图简体19，中国情报局省市自治区主要都市别地域情报日文20，全美国地图21，地名查询系统建制计划22，地震名词查询23，近史所中外地图函目汇编一，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二，历代兵至西周三，历代官职四，中国战争简史五，世界战争简史六，中国美术七，中国人物再现一，中华帝国兴亡史二，锦绣中华梵音四，国学网站文献部史简五，中国历史六，历代王朝元明王朝背影七，
中国历史文化保护网简。八、中华文化信息网中华古历史简。九、中国历史奇货居日。十、史学评论网网站建构中。十一、History of China, Inc.十三、中国历史学会。十五、清卫园历史馆。十六、中华人。十七、中国文化研究网。十八、历史的长河。十九、中华五千年简体。二十、学识学术网简。二十一、水木社区国学版。二十三、中国历史简。二十四、中国历史网简。二十五、乾隆堂中国历史网简。二十六、新语录文史资料简。二十七、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简。二十八、中国古代史网简。三十、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所简。三十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网站简。三十二、中国古代史地图集简。三十三、中国古代史知识结构图说。三十四、中国古代史复习图表简。三十五、优酷视频中国古代史简。三十六、国学参考中国国学文化传播参考网简。三十七、中国古代史教学研究网简。三十八、老潘网志轻生高中历史教学简。三十九、中国历史英一。松涛史学论坛。二、北大历史系往复论坛简体。三、国学论坛简。四、国学参考论坛简。五、国学述典论坛简。六、 CNKU 学术论坛文史哲简。七、中国学术论坛简。 www.1殷墟。二、中国考古。三、世界考古大发现商王大墓。四、成功大学甲骨文全文影像资料库。五、中国出土资料学会日。六、金屋工坊日。七、过历斋日。八、中国先秦史简繁。九、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简。十、甲骨学殷商史学科简。十一、战国楚简研究会日。十二、中国先秦史论坛简。十三、先秦史研究室论坛简繁。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简。二、兵马俑与秦始皇陵专题网站简。三、中国秦汉史研究中心简。四、佛光史记学部落格。一、赵立新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二、南国岛夷古代东亚与中国中古研究。三、中国中古社会与国家史料典籍研讨会。四、中国中古史研究讨论室讨论区。一、三国志研读网。二、三国鼎立。三、三国风云。四、国史探维长沙走马楼五简研究论哲目录简。五、部落格三国人物志。一、魏晋南北朝社会史论文索引1900到1985简。二、六朝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三、历史馆日。四、魏晋南北朝日。一、中国唐史学会简。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简。三、唐史研究论坛简。四、唐研究简。五、陕西旅游资料网唐长安专题简。七、The TM Studies Society, Inc. 一、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宋史研究网。二、宋代官箴研读会。三、宋代史料研读会。四、中国宋代历史研究简。五、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简。六、辽金史研究简。七、冈原司宋代史研究会日。八、日本宋代史谈话会日。九、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海域交流日本云统文化形成宁波焦点学季的创生日。十、日本宋代史研究文献目录1982-2003日。十一、元代文书史料研究会日。十二、The Society for Song, UN, and Conquest Dynasties Studies, in 一、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图书馆明清研究特藏。二、明史研究小组。三、中国文史网简繁。四、清史网简。五、明清史资讯网简。六、城市史与明清史研究。七、Society for Ming Studies, in 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33年落花梦近代中国史研究资讯。三、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四、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五、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PDF 档下载。六、近代中国网简。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简。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简。九、百年自强近代中国的崛起。一、岳武穆王集。二、国父孙中山先生纪念地。三、孙中山先生与台湾。四、孙中山学术研究资讯网。五、炮火下的后壁林林小猫。六、郑和专题研究简。七、 Abraham Lincoln Research Site, in 八、 Alexander the Great on the Web, in 一、 雍正王朝风云再起。二、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三、 Portraits of Chinese Emperors 中国历代皇帝肖像。因四、 Empress Dowager Zahis 慈禧。英五、历史馆日。六、垂帘玉帘内的女君日。一、中国古代科技之探索。二、老祖宗的智慧中华科技发明。三、中国科技发明医术发展。四、天策府。五、历代服饰。六、中国数学历史。一、中华网军事。二、北洋水师。八、火器与明清战争。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简。二、 Confucius 2000简。三、社会思想史学会日。一、新史学。历史月刊电子报网址已经失联。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刊各期目录网址已经失联。http://www.semica.edu.tw/mit/book/bk-pop2-1.html。 四、清华历史教学。五、台大历史学学报。六、汉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七、经典杂志。八、典藏艺术网古美术。九、台湾光华杂志。十、西洋史研究通讯。一、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三、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四、台北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五、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七、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八、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九、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十、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十一，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十二，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十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十四，嘉义大学史地学系暨研究所十五，东华大学历史学系一，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二，淡江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三，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四，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暨研究所五，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六，玄奘大学历史学系一，黄俊杰老师个人网站二，周婉瑶老师个人网站三，高明世教授个人网页四，周良凯的史学园地五，甘怀真历史教学与研究六，甘怀真了然斋通讯一，海国台湾一，陈元鹏老师身体与饮食关联研究网二，蒋竹山老师新文化工作坊二，淡江大学酒文化研究室亲身保平斋四，文艺复兴艺术史五，淡江大学台湾史研究室六，宋代常见的船舰七，固若金汤揭开宋代城池攻防战的面纱八，巴黎探员九，唐塔风华十，雍正皇朝风云再起十一，日本战国史之知识十二，台湾日日新报记事目录汇编十三，二水乡古文书与老照片数位建制计划十四，北斗古文书老照片数位建制计划一，黄清莲教授教学部落格一，杜宝瑞中国哲学教室二，张素清国文教学史记三，黄义农人文与科学的世界四，邱鹏生阿牛说的历史故事五，平氏龙郎春秋与史记日六，施耐德 Prof. DRXO Schneider 中国史学史英一，太史公的文化是玉竹峰的家二，史学的山林小径三，邂逅与相遇四，命符居五，龚鹏程新浪部落格六，黄佩荣汉字乾坤网七，三十三年落花梦近代中国史研究资讯八，史学亲身书源亲身世事之记九， Historian Observation Post 十，史家未及十一，郑来学十三，牛颖近代学术部落格简一，中外历史地理典籍研讨会二，陈寅恪先生网上纪念馆三，民族史院四，台北大学历史系文献学部落格五，东亚史论坛六，近现代报刊与文化研究论坛七，一百论文网简一，中央研究院中国大陆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二，数字方志简网址已更新三，中国全省的方志机构简四，中国各市县志简五，中国地方志简网址失联七，中国旧书网方志文献九，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及资源库简十， Library of Congress Online Catalog 英文十一， Harvard Libraries Hollis Catalog 英文十二，China Historical GIS 英文十三，国学论坛简一，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系统二，世纪考古大发现殷墟地理图表三，近代中国历史地图与遥测影像资讯典藏计划四，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古代地图英五，
经纬天下 The World and Its Warp and Woof 6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台湾历史文化地图2台湾古地图3台湾历史地理资源网古地图与旧地名5国立台湾博物馆地图台湾6台湾文化地图集5中国文化研究网6与共网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简体7中国古代史地图集简8乾隆堂中国历史网简1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小说戏曲及其他资料库2中国古代小说网3中国文史网站小说天地4治水饮冰室5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简6新语录电子文库简7白鹿书院古典小说简8时代书城古典文学古典小说简9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库文化典籍简10电子文库古典文学古典小说简11龙腾世纪书库古典文学古典小说12新语思古典小说简13明明白白许建坤的文学工作室14中华文化网15名著再现简小说经典16道教文学道教传奇小说17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18新语录电子文库简19国学网简20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库文化典籍评话话本小说简21佛学研究网佛教论文佛教文学简22公益电子书电子书分类古典文学简23西游记公24网路展书读古典小说馆25明清小说研究简26引君入梦1998年红楼梦博览会27国际红楼梦学会28风之谷文学之家中国文化宝藏明清小说29公益电子书电子书分类古典文学1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2中华文化简3中国古区网4艺术中国5音乐视听2000在线相声简6中国戏曲网络资源大全7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小说戏曲及其他资料库8闽南语俗区唱本歌载册全文资料库9王顺龙中文网站10浩然数位艺文博物馆馆数位典藏11台湾戏曲电子书12台湾古调13 CCTV 戏曲频道简14上海音乐数字图书馆戏曲大观简15文建会网络剧院传统戏剧16中国剧种大观简17中国剧种大观简18中国戏曲简19国戏曲查读称20中华文化天地民俗篇21中华文化讯息网表演艺术22台湾闲载电戏曲台湾23中国戏剧场综合版24一凡公益图书馆戏曲文艺简25江南区院网26东方娱乐戏剧简27
中国艺术网表演艺术简。28东南新闻网福建戏曲简。29香港中文大学戏曲资料中心网站。30中华文化信息网表演艺术。31苏州图书馆苏州戏剧简。1台湾戏剧馆。2赏乐坊剧团。3明华园戏剧团话说歌仔戏网开来。4歌仔戏介绍。5南方新传歌仔戏剧团。6台湾春风歌剧团。7台湾古调。8闽南语俗区唱本歌仔册全文资料库。9北投歌仔戏研习班。10民权歌剧团。11河洛歌仔戏团。12明霞歌剧团。13上河歌仔戏剧团。14秀琴歌剧团。15客家戏曲学院。16春美歌剧团逍遥居。17唐美云歌仔戏团。18国光歌剧团。19陈美云歌剧团。20黄香莲歌仔戏团。21新台湾歌剧团。22新英凤歌剧团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www.cyberstage.com.tw 斜线 troop 斜线 troop 底线 page.asp ID 等于1286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cyberstage.com.tw 斜线 troop 斜线 troop 底线 page.asp 问号 ID 等号1286余号 amp 斜线 URL AP等于2和 page 等于15。23叶青戏剧馆。24汉唐乐府。25荣兴客家采茶剧团与苗栗陈家班北馆八音团。26宜兰乡土教材乡土音乐。27歌仔戏资讯站。28台中郑秀婷戏曲工作坊。29蓝洋戏剧团。30丽花轩杨丽花全球资讯网。1上海粤剧简。2千里共婵娟王文娟竹叶简。3黄梅戏网简。4中国粤剧简。5中安在线黄梅频道简。6良辰美景先凤鸣。7金陵乐院简。8美丽乐剧简。9香港乐剧化当年。10温志鹏个人网页。11乐剧文化大探索。12雏凤鸣剧团。1李天禄布袋戏文物馆。2金光总部官方网站。3史艳文舞台。4犁头店文化视窗掌中戏。5掌中乾坤布袋戏数位博物馆。6山宛然客家布袋戏。7中国西安皮影博物馆简。8台中深五洲掌中剧团。9台湾的傀儡戏。10西田社布袋戏剧团。11凌空网皮影艺术简。12气里岸布袋戏。13华州原皮影戏团。1中华笑海。2214娱乐城在线听相声简。3台湾说唱剧场。4武汉市说唱团简。5相声瓦舍。6翰林民俗说唱艺术团。7台北区艺团。1一点地带戏曲频道。2扬州扬剧网。3
元代浮世绘原剧中的世情百态。四、中国京剧细考简。五、中国京剧艺术网简。六、中国昆曲网简。七、昆曲大雅简。八、工商系安曲谱收藏简。九、石头书屋昆曲艺术。十、国立国光剧团京剧大观园。十一、上海京剧院简。十二、台湾昆剧团。十三、北方昆曲剧院简。十四、北京京剧院简。十五、彤云飘雪简。十六、京剧艺术简。十七、东东腔中华戏曲网简。十八、英特网中国音乐曲库简。十九、容乃公的世界，容乃公的京剧世界。二十、时代国粹中国京剧门户网简。二十一、昆曲艺术研习社。二十二、北方网梨园飘香简。二十三、 F 京剧日。二十四、中国京剧英。一、九歌文学网二、文学网站简。三、读书网简。四、书海简。五、艺海书城现代文学简。六、艺凡公益图书馆简。七、读书中国网简。八、天意书楼简。九、木子书屋简。十、黄金书屋简。十一、马华文学网。十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室。十三、白鹿书院简。四十二、中国吉林网文院简。四十三、重庆文学简。四十四、交锋马来西亚文艺网站。四十五、遗书时空简。四十六、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简。四十七、 ebook 简。四十八、人民网简。四十九、大庆油田信息港简。五十、书香门第网络图书馆简。五十一、超新数字图书网简。五十二、中国文学简。五一、语文天地现代散文简。二、易然雅舍。三、喝茶散文集。四、散文随笔。五、犀鸟天地。六、忘机小竹简。七、中国现代散文精粹简。八、北方杂文网简。九、新散文简。十、 CCTV 电视诗歌散文简。十一、当代散文精品简。十二、橄榄树散文简。 http://一、时代书城简。二、中国茶电子文学杂志。三、赤天使书城。四、书香小竹简。五、网络广场文学天地简。六、点百样文化网易文化频道简。七、中国江苏网小说频道简。八、明和书社简。九、点百万小说简。十、焦作信息港文学频道简。十一、博大书库简。十二、世纪末图书小说简。一、台湾现代诗网路联盟。二、台湾诗学季刊。三、现代诗季刊。四、双子新诗斋。五、秋水诗社。六、新诗博物馆。七、现代诗的岛屿九亭诗间。十一、诗家园简。十二、诗生活简。十三、文学终点简。十四、诗词散文简。十五、诗先锋简。十六、大和风文学网站简。十七、点一行诗歌简。十八、新诗代简。十九、新诗歌网简。二十、中国诗歌网简。二十二、别有天诗社。二十三、中国现代诗歌精粹简。二十四、梦回轩。一、陈黎文学仓库。二、杨宗汉的诗文学意义空间。三十、小卫个人网站。四、杨平抒情诗选。六、飞马的艺术世界。七、白灵文学传。九、纵横山林的学术探险家杨南俊。十、优质作家处世营。十一、之景画。八、金在线简。
纪念巴金诞辰一百周年 http://世纪巴金http://喜迎巴金百岁华诞 http://十三陵与唐故居，林海音传林海音文选简城南旧营追忆林海音简十五星林航海图张曼娟与子时作坊十六张系国的文学咖啡屋十七李冠荣的文学咖啡屋十八陈李散文选读十九姚义伟学术网归美的传奇永恒的停格张爱玲鲁迅纪念馆简百年鲁迅简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简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特别专辑简 http://鲁迅博物馆简 http://鲁迅大全简鲁迅文集简鲁迅专栏简 http://评读鲁迅简五十一纪念老舍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简五十二再回首徐志摩文学网简五十三冰心简金庸网简 http://金庸客栈简金庸武侠大剧场简至尊武侠金庸简 http://中国文艺金庸特辑简 http://中蒙金庸茶馆简 http://倪匡线上简悲情城市简五十八潘小平线上简五十九席卷中文网简六十野人之家简 http://六十一宋小南的个人主页简零二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古文契书五千六百五十五笔一文言文学习网站二圣言学堂简体三中国上古神话四司马迁与史记五唐宋八大家一诗经二屈原与楚辞三汉魏乐府四网路展书读全唐诗检索系统五唐诗六网路展书读宋名家诗检索系统七古典诗谱八网路展书读台湾古典汉诗九全台诗智慧型知识库一网路展书读唐宋词全文检索系统二宋词三宋词欣赏四宋词概述五元曲概况六元曲一世说一语二唐代传奇三宋元话本四历史洪流之三国演义五三国演义六水浒传七西游记八三言二拍九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十红楼梦十一儒林外史十二金庸的小说世界十三元代浮世绘元杂剧中的世情百态十四西厢记十五关汉卿与元杂剧一当代文学史料系统二台湾作家作品检索资料库三中国的雪莱徐志摩四冰心五陆桥歌未央六陈黎文学仓库七诗录台湾现代诗网路联盟一中国文学史二传统中国文学三文化小站四搜文解字五网路展书读六超群的家七国文资料夹八苹果种子一台北市新德国小国语科教材库二建国中学国文科作文导引三惠登中学国文科部落格作文教室四快乐写作教室线上教室写作技巧区五作文教学六韩城作文天地七王文华的童话公园
台湾大陆斜线 A4J B3 B0 B0 D1 A6 D2 A1 D1 A5 D8 HTM 9. 国文加油站 10. 标点符号的教学 11. 标点符号的用法 12. 错别字 1. 教育部成语典二、成语词典。三、成语字典。四、成语。六、成语时光隧道。一、阅读者的群像。二、国语日报阅读领航员。三、李老师的中文教室。四、中国文词之美。一、高职学生作文语文能力补救教材。二、林毅烈老师的国文教学档案。三、国文加油站。四、建国中学国文科课堂讲义孟陀林教学档案资源。五、台湾省中等学校国文科教学研究会。六、学习加油站五甲国中。七、周赐福老师办公室。一、林口国中国文科线上测验。二、试题大补帖。三、国中国文学习加油站测验题库。四、周赐福老师办公室线上题库。五、华文网别字擂台。六、中文语文游戏。一、汉卢。二、南山中学国文教学学术专题。三、永乐大典。四、四库全书。五、汉字的起源与变迁。六、妙趣的汉字。七、汉字的结构。一、玄奘西域行配合小说西游记。三、青藤书屋。四、中国书史。五、造纸术。六、中国版画艺术。六、经部纪实部网站总会。一、韩全文献韩全版。二、教育部国语词典。三、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四、教育部国语词典简编本。五、教育部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六、教育部常用量词手册。七、教育部一体字字典。八、诗词韵会。一、历史系黄俊杰，黄俊杰老师个人网站。二、哲学系蔡耀明，蔡耀明个人资讯网。一、国文系刘美，刘美网站。二、国文系经典阅读与创意教学。三、文学院近现代报刊与文化研究室。四、哲学系詹康。五、台湾文学研究所台湾文学部落格。一、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文献含全古籍资料库。二、中文系赖贤宗哲学宗教艺术雅集。三、中文系罗凡枕楚简的世界。一、中国文学系许青云文学与艺术教学网站。三、中国文学系苏淑芬苏淑芬老师教学网站。一、世界华文文学典藏中心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一、通识教育中心国文学组宋立琼尤一房。一、哲学系劳思光劳思光儒学词典。二、哲学系陈正坤陈正坤的哲学教学网站。三、哲学系马凯之 Kai Marshall S website。一、历史系徐光台徐光台的个人网站。一、中国文学系李建坤韩孟子古典文学小站。二、中国文学系吕真玉吕真玉教学网站。一、中文系李威雄李威雄教授个人网页。二、中文系简宗吾一元副使。三、中文系黄敬清黄敬清个人网页。一、通识课程陈维文。一、台湾语文学系洪维仁台湾语文工作者洪维仁教授。一、中国语文学系古籍资料库。二、历史学系明清生活文化史。一、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蔡辉镇蔡辉镇网站。学术单位斜线通识教育中心网页斜线 linkhub 斜线 default htm。
一史地学系刘兴俊，刘兴俊在加大史地。一中国文学系国文科数位教学博物馆。一中国文学系张曙慧，曙慧老师的小鱼缸。连 L 等于 HTTP 斜线斜线 blogoscu.com.tw 斜线 nema 斜线 index.asp blog ID 等于 writing 和 HTTP 冒号双斜线 blog.oscu.com.tw 斜线 nema 斜线 index.asp 问号 blog ID 等号 writing 与号 amp 斜线 URL 为等于 O。三中国语文学系刘慧珍，刘慧珍老师教学网页。一语文教育学系西游记点读网。一中华文化导论。二中国哲学会。三中国传统文化网。四杜宝瑞的中国哲学教室。五思问哲学网。六香港人文哲学会。七哲学在线。八国学入门。九新国学网新国学书库。十台湾哲学学会。十一如佛会通学术网。十二中华文化信息网智慧宝典。十三中华简读。十四古典文学内容收录《道德经》《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论语》《中庸》《大学》《孝经》等电子全文。一 Confucius 2000。二中国儒学网。三中国儒网儒士年表。四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五新语思诸子百家。六儒学词典。七儒学研究中心。八伏羲易经研究网站。九易经全文。十易经入门篇。十一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十二诗经。十三诗经。十四中国古籍全录金库十三经。一老子文化网网页似乎在奥运期间暂时被和谐了。二巨龙在线龙行天下似服器不太稳定某些时间无法开出网页。三有关道家道教的论文篇目。四天策府。五鬼谷子。六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子网页文本数位图书。七列子与佛经。八列子集释附录。九诸子百家。一 Inbert 印度学佛教学论文数据库。二 Spata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三大藏经解说。四中华佛学研究所。五中华佛教在线。六中华佛典宝库。七中国佛学院学术成果。八佛教入门网站。九佛教藏经目录数字数据库。十佛教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十一佛教导航。十二佛学世界佛学藏经阁。十三佛学在线。十四佛学研究网。十五曹洞宗关西文献目录资料库索引。十六台湾佛学史料库。十七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八佛教天地图书馆。十九佛光山电子大藏经。二十佛陀教育基金会经书电子档。二十一般若文海。二十二净土圣贤录。二十三无量光明网。二十四汉文电子大藏经系列。二十五2008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二十六澳门佛教双月刊。
27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佛教月刊28灵鹫山线上抄经29佛教制度研究中心30中华佛典宝库注意之家31峨眉山佛教网32佛教五台山资源下载33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藏传佛教历史34西藏佛教35佛教大辞典线上简易查询36巴利佛教专有名词字典1中国宗教关系目录道教篇2道教文化资料库3道教学术资讯网站4道教文化5道教全球资讯网6正宗道教经典7台湾民间信仰书目资料库0510/511/5F 0.309/13699/017/2922 1辅大哲学系线上笔记管理系统2东吴哲学学报3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学报4中国文哲研究及刊全文下载5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中心1台湾汉诗数位典藏资料库2天籁银社3诗心汉选4词话集成5乐府诗集6诗词区网站7诗录8不习歌者库但伤之音息诗词区文三语吟唱读资料库9新诗库新诗典藏10台湾诗学季刊社11陋室轩12唐诗宋词13诗词区14园区唐诗宋词15空大词曲选加油站16晨星小站17历代诗词18中华诗词网19古今诗词选20爱如生中国古籍资料库别集丛编系列21诗学季刊现代诗22中国诗词区 Gopher 站23中国文学小站24台湾古典汉诗25古典文学馆27大唐风采唐代诗28汉儒29中文 com 古典文学30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31中国文学电子图书馆计划32中国诗词网33文学之家中国文化宝藏34故宫韩泉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35神游大唐唐朝文化36传统中国文学37陈正国文教学网中国文38网络展书读39乐在词中40锦绣中华之一页古典诗词41中国文学小站42古文大观43中华诗词系列词林44一网打尽诗词品评45诗文古籍46中国诗词区47唐诗的发展史48诗的艺术49台湾古典汉诗50佛光人文社会学院51暨大中文网络电子书系列诗话典籍资料库52花语页53诗文古籍54兰亭集诗55汉籍电子文献56网络展书读57台湾历史珍藏一点通资料库检索系统58台湾汉诗数位典藏资料库
59中华文化网。60思婷。61传统中国文学。62艺文聚贤楼古典诗词教学网站。63诗词金庸。64诗词艺。65传统中国文学电子报。66沁园春古典诗词。67新官网路诗会游鱼艺电子报。68园区唐诗宋词。69竹院厅与文学站。70中国诗人论坛。71兰亭雅集。72网路古典诗词雅集。73中国传统文学。74网上文学大全。75全台诗电子文库。76全宋诗分析系统。77诗词歌赋天涯在线书库。78全台诗。79中华诗词简繁。80诗词区典故。81中国历代诗词欣赏。82望月诗社。83诗话资料库。84网路古典诗词雅集。85艺文聚贤楼。86诗讯连 l 等于 http://mikono.chong.com/channel/class/show_preview/php3/2007/day=20070904 和 http://mikono.chong.com/channel/class/show_preview/php3/2007/09/04 和url nm 等于 hojen 和 t 等于 htm 和 fn 等于 man 和 view 等于一。87台湾汉诗数位典藏资料库。88奇峰诗社。89台湾自然生命。90牛营书社。91艺文聚贤楼。92中华诗坛。93古典诗学。94黄溪传统诗坛。1菊斋论坛。2国学诗。3爱诗词简。4中国诗词大全简。5诗讯简。6国学简。7中华经典文学网简。8酷网文学简。9中国诗歌网简。10爱诗词简。11全唐诗库简。12天涯角落的心灵小阁简。1露之夜。2易然雅舍。3华文字句搜寻网。4诗词普及化。5博文诗社。1中华诗词资料库。2葛氏吟社。3汉诗创作日本汉诗网站，内容相当丰富。1环球诗坛。2四海诗社。1网运天生。1李白。2杜甫。3李商隐。4白居易。5苏东坡，千古风流人物。5欧阳修诗词。6李清照。7辛弃疾。8李煜词选。9王维的诗词欣赏。10张可久《清江影·秋槐词曲赏析》斜线 tune09htm。 11徐志摩诗文网简。1孤独诗歌简。2无限诗网简。3乐斋。4紫轩谷。5东城乐府。6十九鼎的汉诗馆。6白灵文学传现代诗。7品梅斋简。9千载有余情。10古诗亭。1逍遥艺文网全园区。2园区的概况。3赏心乐事学昆曲。4牡丹亭。5中国秦腔网。6戏曲音乐学之我见。7元杂剧中的世情百态。